好，开车帮忙，大家好。这个我们今天要来做个测试哈，因为我们这次呢试驾了这个奥迪 e-tron 整个过年12天。那我有一个心得，就是那个电子后视镜呢看起来很炫，好像很好用。那选配也要钱，但是我的心得是没有那么好用，包含停车的时候哈，我觉得都提升我的困难度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趁着试车的时候，我们旁边两位摄影大哥，你们有没有开过 e-tron 然后搭配电子后视镜的？我刚好开过。开过？对，他没有开过。我完全没开过。你没开过？好，那我们来，那当然最后我们三个人就要来 PK 一下，就是我们车子停好了，等一下呢用倒车入库在 T 打镜头右边的那个车位，用这个方式我们来计时，看一下这个电子后视镜有没有真的很好用，然后最后呢也请两位来分享一下新的，可以吗？那么就手机计时啊，你先好了，阿中。3、2、1。好特别，完全看不太会看呢，明腾。你会不会倒车入库啊？会啊。这看起来怎么像不太会啊？你看，你看，差这么多。差嘛，是不是感觉好像快撞到了？不会。好，停止，秒数是1分46秒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离那个车位左右线的一个距离。左边呢非常宽，右边呢完全压在线上。刚好啦，这什么刚好？刚个屁呀！停得这么烂，好，换人换人。好，现在是勇哥，我们刚刚那位呢1分46秒，有点逊哈。我们现在勇哥第二位，这个开始计时哈。好，来，3、2、1。要看电子后视镜哦。啊，这个比较厉害啦。我们来看一下秒数，38.1。我按到分圈的啦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截图给各位。好，现在轮到我们的老爹要来了。老爹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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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愧是我们的停车达人。不需要转弯这件事情，这就是差别吗？完蛋完蛋完蛋！好了，好了，老爹，我们老爹25秒，我们夺得第一名，而且看一下镜头带一下，老爹停着非常的正，好屌，非常的正，真的屌真的屌真的屌。好，怎么样？你觉得好用吗？我觉得太科技了。对，那所以太科技，所以让你变笨。我真的要辩解一下，因为这台车我算是第一次开，完全新了。但你也停太久。然后加上我很久没有倒车入库了，很久没有倒车入库了，真的很久没有了。好了好了，那就是要再练一下。来，下面一位。我觉得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好用。第一是它的可视距离太小了，我们会先切到一个斜面嘛，要看往后停的那个距离。但是那个斜面我们如果是镜子的话，我可以这样子确认一下，说我离右边的车还有多少距离。但是那个没有办法，所以我刚第一个切完之后，我发现我看不到右边的车。对。所以我不确定我往左打会不会撞到它。对。所以我只能先打一点试试看。啊、哦。对，但如果是镜子，我其实移动一下。可以移动一下身体。确定可以，我就打方向盘。对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盲点，因为可视距离太小，这样变成死角也多。如果在卖场或什么的话。对。我觉得这样就是比较不好。那如果是你，你会选电子后视镜吗？我可能就不会，就我还是用传统的。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你会看外面，对对。你在倒车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反应就看外面，看外面。那变成说，我觉得这样，除非很习惯，不然其实还是有危险性。对啊。因为如果你第一秒是看外面的话，开车分秒必争嘛，不是分秒必争，不是要开快。停车的时候，对，有时候后面会有车叭叭，或石头啊，或什么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比较危险。这样好了，这个。因为这个电子后视镜哦，有些人说很炫，但有些人确实也觉得不太好用。我们想说，
让大家真的测试一下，感受一下这个到底电子后视镜到底是不是真的用起来很方便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边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